来，直接来可以啊。来，准备。来，开。你要出去欧洲市场的话，那很了不起的。好，刚才那条 OK 了。陈数老师和李晨老师杀青了。杀青快乐，恭喜你杀青了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一分杀青了，谢谢大家。小范杀青，小范杀青了，可以吗？对，这儿稍微有点背光，有点背光啊，这样是。光那么好，再来一条！哎，快再来一条！现在的光太好了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遍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小小，再等等我，稍等一下，调好机器，我们等一等。所谓的这个运气是要靠人去运化、去运作的。当你选择对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无往而不利。我觉得比拍一个戏更重要的，我觉得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的剧组完全是像一家人，是最和谐的，大家能够互相照顾。大家都是那么忙碌，那么辛苦，为了这样的一个作品，大家都是觉得就是有一种这个成就感，大家很快乐的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